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常见式飞机盒和拉链式飞机盒。我们目前展示的这款飞机盒啊，是里外都采用了350克的白卡进行印刷，中间呢是采用了120克的 A 油加强，质感很好的，挺多元化。那么我们常见式飞机盒和拉链式飞机盒的区别就在于，常见式飞机盒呢多拥有了两片小机翼，那么它的一个受力就是靠这两片小机翼塞到我们的侧边的高的中间里面进去，这样才能受力，很牢固，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散架。那我们拉链式的飞机盒呢，它就是靠这个双面胶把它给撕开，然后呢进行粘合，而且我们这边呢是采用了波浪式的双面胶，很容易撕开，闭着眼睛就能撕开，盲撕啊，这因为这边是没有胶水的，这样粘起来呢是非常的平整，很平整的，所以它的美观度非常好，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第二个，它的私密性非常好，因为在快递运输过程中，没有谁能够把它打开，除非把它给破坏掉。第三个，它在客户收到产品之后啊，打开的过程中拥有满满的一个仪式感，非常有仪式。那我们里面呢还做了一款反托卡 Happy New Year， 新年到了。当然了，它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啊。首先，它的一个成本增加了，因为这里有个胶水。其次的话呢，因为我们很多品牌啊，其实都是非标产品，就是非标转化的，需要定制的或者半定制，或者说我们在搞活动的时候，平时我们要赠送给客户产品，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万一放错了，然后呢，这个胶带呢又粘起来了，那这时候你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再次打开，只能够把它破坏掉。所以说啊，我们品牌方啊，在采购飞机盒的时候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